3、2、1，好了，我们是 BOYSTORY， 今天来到奶泡小剧场啊，然后今天我们要玩什么呢？大家也会有玩过摩尔庄园，玩过，种地都晒黑了。当然的，就把专一区，对我们粉丝为我们大家来做了一些内容，大家没有看过呢。之前就是那个区的。其实我也在那里面潜伏，可能你不知道我是谁。对，我也在那个区里面，你们也不知道我是谁。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 MV 小，让大家看一下。哇，有声音吗？有画面吗？你看，有音色念吗？太离谱。我们是逛，我们是逛，是这样。
下一份。最后一题啊，一共是五份，以下哪种食材是菜谱水煮大闸蟹的必要食材？ A 向日葵， B 生菜， C 生姜， D 紫苏。预备三二一。生姜 C 生姜。错。本人不是你做大闸蟹不出腥味的吗？为什么没有生姜呢？我选 B。 B 是什么？B 是生吃香菜。什么牛尾牛？香菜。牛尾门儿。向日葵。哎答对了。为什么做大闸蟹用向日葵？不怕困难。做个大闸蟹用什么向日葵？你用姜，用紫苏，我都理解。用生菜，用香菜，我都理解。用什么向日葵？你装锅吗？这是因为等着的时候。我们那个食谱是分星级的，然后先说一下我们的那个评分标准啊。我现在手里有三个信封，然后有三个不同等级的那个菜谱，满分十分。四星的菜谱我们评级的时候是从四分往上开始给分，两星的呢就是从二分往上开始给分。那四个肯定最难，反正没关系。二人一组，请出来抽取你们的最难的，请留着你们的菜谱。Yes， 我一起来看看好了。什么叫果冻花咖喱饭是什么东西？捣碎后加入咖喱块。我们是果冻花咖喱饭。我们是草莓七彩汤。我感觉我们这个还可以。我们的是仙桃鲜虾卷。这个最简单了呀，确实啊，就是把虾煮熟了就放就完了呗。都完毕了，果冻花咖喱饭的食材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们这边草莓七彩汤也已经准备就绪了。这边仙桃鲜虾卷已经全组装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那就看你爱情有没有孝顺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今天草莓，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草莓七彩汤啊。有冰糖，有葡萄，有车厘子，有小番茄，有小番茄，圣女果啊，还有西柚，还有橙子，还有草莓干。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草莓七彩汤是非常简单的一个，非常实做的。对比他们来说，这边活虾，这边什么咖喱加果冻，这么奇葩的。好吃又健康。要不然就开始吧。那接下来你们来介绍一下我们。我们食材非常简单，就是两根黄瓜，然后四个黄桃，然后几个虾，然后还有那个活着的虾。没了。我们的果冻花咖喱饭，就先把果冻放进去捣碎，然后放几块咖喱，然后煮开之后放这个奇异果，然后最后做一个盖饭。那大家就开始做吧。来吧，这还要放进去。行了，那我们就那先走，先走。生奇果，反正做完之后咱们。还得切成那个粒儿，什么粒儿？黄瓜粒儿。杜绝浪费是吗？没有削。想吃皮儿还是不吃皮儿啊？那这样吧，我们光吃皮儿吧。要几块啊？够吗？放入果冻，捣碎后加入咖喱饭。大聪明，这还能加入奇异果？奇异果也好吃，粘稠。哎，现在我要先准备这咖喱块。干嘛呢？哎呀，相信我，几十年了，我就干这个活。还是好吃，别不值浪费。还有蛇，一块的话，这个吃了三个，那个少。还有什么样的？还有把这些放下来。现在放着。你怎么已经放水了？什么样？倒点水吗？先是那个冷水，把它捣碎了。说第四面。哎，你们需要热水吗？给你平点加一点。如果把电开了，你们不是在烧热心脏？到了吗？咱这个还没烧呢，也行。浪费，先让它冷却。但是它还不够碎怎么办？要皮儿也行。刚才说的那小油条先煮熟，这有点皮，它会。有没有什么可以倒的东西？它跟汤做成酱的，不能有这种大块儿。有浪费的，不用吃。你看，看你捣碎之后，加入咖喱块，然后把这个它没水。现在我已经可以闻到雅的非常香的咖喱味。不行，你这个可以拿来敷面。哦，真的会用、哦、大聪明。这个水早开了吧，也不先关了。哦，还要加猪粉。加入奇异果熬制粘稠，你熬制粘稠，你不用切它怎么这么大的都能熬制粘稠。
吧，补刀他画完了，这都是太小火慢了。他应该不会画，他用确定他水没煮开，你看底下果冻煮开了没？我让先看看果冻。果冻肯定能水果在家里。果冻不煮开，像那种椰汁的那种，那种椰汁药，你知道，我要放那个，你把这个，把放下就已经有松了，放进去了，那不是人家做，我们很少都是阿姨。我来帮你打开，我来帮你，我来，这个打开，我来帮你打开，我来帮你。哎，我别叫上你。我来。啊！我真不敢了。最好的 respect 嘛，先别压着，别压着。哇！哎呀，好棒，好棒嘞！你们看到了吗？这个虾，他用你的手，你开大炮，把另外一个虾给他夹进去。你给我下去吧，你也下去，动去，走。没事，太恐怖了。对，我待会儿吃的时候是真的很香。我知道，快点看大火，把它煮快一点。你要想它大火快一点。啊，这个奇果在这儿真的尴尬，我真不知道说啥。没事，不敢。奇果在上面绿的一坨在上面。没事，咱们来干干。我来了。奇果真的要切碎的，你真的为什么突然直接给放？因为你知道，就比如香蕉炒番茄，番茄变成它怎么样才能煮成烂果？水果啊，什么各种困难的毛病。我又喜欢大半夜看他们做美食。这样看着看着我就饱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再来太荒唐了，这个香强了，这样不是他就是他给我看人就是掰开的，你看人家掰开的，你做的可以啊，好棒，还有小的吃了吧，这个我先报了，我不需要，我现在需要，10块钱，10块钱，哎，他吃了我们的桃，你先吃完吧，先吃完再弄，我也这么想，我给你看一眼。啊，有那味道吗？你真的来闻一下，你有什么八角那种什么那种味道的没有？这个，对对，超的。不是这个，你闻闻这个味道干嘛？不粘啊！你放。哎呀！我来讲。哎，快了！带水分的，果冻带水分的。刚水只会越煮越多。你可以看一下龙虾呀，好有趣。你们可以搞一下龙虾，你别看。哦，我们有虾了，对不对？够长，我们能吃的，给咱弄人家的。我还吃别人，端着别人大米，你吃别人的干嘛？土黄瓜太可怜了。我们这怎么办？我是真不知道要把这么多水的一碗东西怎么熬成那个。再加一点，倒了。等，别倒了，等至少。一点。再把里面所有的水都煮干，才会变成那种。对，那就不能和它，和它都不行。别搞，等虾熟。你妈，为什么爱吃这个？好像那个中药的味来了。某种，我又不用到了。又应该。哎，歪了，歪了。啊？是啊。这还得把壶外面那块儿。你看外面，原来也看了。不，这牛在你俩已经知道吗？越你这，哎行，你知道吗？越是那种像什么西餐，确实，我你俩高档嘛，但是他们。很少，你知道吗？这么一点儿，你想吃啊？吃饱，让你吃啊！哦，哎呀，我你别吃了，好吃，好吃。不是，哎，哎呀，再算了，可没桃了。够。你干嘛？不用着急，他们还得半斤，他们连黄毛都没有切好。不是，你把他这个干净。你这不错呀，大功告成。就感觉有点这个咬字。壶没弄下来。哎，就这样了。哇，现在说你大，可以，快，可以，做不错。吃个虾呗。来做。
也别做了。要咱吃吧，其实说实话，惩罚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所谓。香菜，哎，行了，你为什么给我摆盘？这个表情啊，摆盘吧，摆盘吧，我们摆盘。把虾包了，把虾包了。我是真不会弄虾呀，还是没喝到就我一个人吃。真就是他刚还活着，就是吃虾皮补钙。我不能一起吃，是吧？没朋友小朋友怎么办？我们也吃，甜的吗？甜的，咸的，什么酸的？我吃我没有糖，我吃苦的，还是我不管。不是谁把我们水果拿过去？你这就能忍吗？这你们哪儿不能忍了？太棒了！哎呀，太棒了！哎呀，太棒了！这就是诸葛亮吗？前所未有的成就感！诸葛亮哇，前所未有！把这盘子刷一下。那不是我们盘吗？我饭呢？他们已经吃完了。那我们只能喝汤了，这咖喱汤。我先尝一点点啊，我先替大家试个咖喱半布丁，我先替大家试一下啊。喝的耐啊，哥，我真的觉得这个好难喝呀。算了，行。改吧，再不上一会儿。这还可以，弄完这股杨梅的味道。是吧？哎，你们看这像不像那个摩尔？哇，太像了。耶。哎。好棒啊！这给变出来吧。我们出来了。哇。现在我们走啊。哎。快快快！大家停下吧，停下吧！声音没再收一下。OK， 现在我们就完全做好了。他们那边呢是草莓。好，六分。来，你们草莓青彩红汤。草莓青彩红汤。这俩人说半天名儿不知道，咋算得了吧？你们叫？那后面我们叫什么呢？我们叫仙桃鲜虾卷。来，我们叫什么呢？队长，介绍一下你们的吧。叫果冻花咖喱饭。果冻花咖喱饭，今晚就吃咖喱饭。服了？别吐了，别吐了。服了，但没完。但是。完我听没什么味，但是那个猕猴桃加咖喱那味实在是太重了，专业。喜欢的人会很喜欢，其实是还行的。太好吃了。我们这种其实，我们这种能其实是好吃的，不用，可以。还行吧。谢谢，阿里嘎多。啊，你们拍一个人去尝一下啊！谢谢，谢谢，尝一下。可能就是因为啊，你又来，你去尝。嘿嘿嘿。不过了啊，包起来了是吧？我叫了，他们想吃。其实刚开始怎么说呢？我哎，其实还行，大可不必。什么？不能不惯。别说，是好吃的。满分是十分，因为你们这个菜是两分的菜，所以从两分往上还是打分？我给六分吧。你要不尝一下？哎，尝一下吧，尝一下。别了吧，这也不挺好吃的。但我觉得就有点。太快了，味儿太过了，是好吃的，就是那咖喱味太过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忍住，忍住，忍住。哇，真狠呀！三分。听下你的意见吧。其实我觉得吧，本身咖喱味是挺好闻的，也挺好吃的，只是这个有点酸，那个猕猴桃的味儿有点太过。对，猕猴桃的问题，我觉得首先应该放一半猕猴桃。五分，很中肯。来吧，张嘴吧，来，挺好吃。多干净！干嘛？夸张了，夸张了！不至于，不至于，不至于！看来就受不了酸味儿了。过期的感觉。哎，对，哎呦，有那味儿了。哎，大家吃过那个怪味豆腐吗？就是那个吐出来的东西。真的，呕吐味。给多少分啊？两分。我们组给五分。先尝两，已经过半了，兄弟们。好凶，眼神，把眉头给我舒展，别给我皱。不是好吃，也不算不好吃，就是气氛吧。其实我觉得他们做的最好的就是这个设计了，就是 BOYSTORY， 而且还有一个，你点一下这个 BOYSTORY 的这个，不能正式咖喱吧？哇，真的好吃！旁边触发语音效果，那是。你那我还有用吗？这语音效果？有很多语音包呢，来，那我点两下试试。
so good， 五分吧，我觉得这个好的。我觉得这个虾加上这个黄桃的这个味道刚刚好。你嘴特别喜欢这道菜，多少分？特别喜欢这道菜，我们总给五分。哎，我们总给十分，我们自己给自己十分，自己还给自己这么评。对啊。尝一大口吧。那个柚子皮的味儿，哎呀妈呀！你这，我这肯定给十分。你连着那个葡萄一起尝一下，我吃了。我还是愿意为这种食物的艺术，我愿意付出。还行。那个柚子皮味太重了，对，我相信他们。甩锅了，哇！你尝尝，但是就是柚子皮味太重了。你相信我？我觉得你还不够相信，真的。来，我鸡皮疙瘩去了。我们评分吧，我们给2.1分，我们给2.2分。我们给十分啊！哎，讲点意思吧，我们都给自己六分呢。我可不爱这样。我给自己十分怎么了？别喝得。没办法，你喜欢这样吗？先吃这个。哎，有点无语了。好无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这个。没人尝过这个，你可能觉得我们还行。是草莓。差点就是了，差点多了，笑了。我给大一饭8分。哎，我说什么？弯道超车，逆风翻盘。鲜虾饺我给6分。那跟他们还是领先呀？不，姐给个9分，打平了，给个9分，姐给个8分，姐给个8分，真的，给个8分，给个8分，真的，我给你掉。除了苦是不是没有缺点？苦就减1分就可以了。减9分，减1分，8分，真的8分，2减1，8分。我那苦到现在还没消下去。我也是。坚持了这咖喱饭。我们同甘共苦，我们就是好兄弟吧。给你3分。学那男的吧，女的，你学那女的吗？对啊，我在后面。好的，我生气，走吧。